回弹一律定环境，亦在温度为5到35摄氏度的条件下进行。钢针表面应干燥清洁，把钢针平放到稳固刚度大的地面上，放平稳，钢针不能有晃动，用手指按压弹机杆，伸出机壳，把回弹仪弹机杆对准钢针正中间的凹槽内，使回弹仪保持垂直，用力按压回弹仪尾处，听到回弹声音，读取回弹值82，按照同样方法回弹3次。第二次82，第三次82。弹机完成后，取出回弹仪，旋转弹机杆90度，在同一方向再回弹3次。第一次82。第二次82。第三次82。弹机完成后，取出回弹仪，旋转弹机杆90度，在同一方向再回弹3次。第一次82。第二次82。第三次82。取出回弹仪，旋转弹机杆90度，在同一方向再回弹3次。第一次，82。第二次，82。如看不清读数，可以按压锁紧按钮，拿出回弹仪进行读数。第三次82，分3次旋转，每次旋转90度，律定完成。